关内侯，去！关内侯，前来大将军府所为何事？我是为我父亲而来。若不是你，先父怎会免去先锋，调离镇监，转做护军？若不是你，先父怎会觉愧对李家先祖，愧对军中将士，自刎而去？卫青的确思虑不周，令老将军心生误会。误会？ 先父的行军路线迂回，又无向导，大漠方向南边，麋鹿时期也在情理之中。何以皇上尚未责罚，大将军就派长史羞辱先父？卫青绝无羞辱李将军之心，当时只是想问清真相，以便回奏皇上。以大将军的才智，怎会不知先父一生傲骨，宁死不受小官的质问羞辱？你逼死我父，一句思虑不周就能挡过去吗？ 对于李老将军的死，卫青深感悲痛，一绝有愧。但这绝非是卫青本意，只是不知如何，才能让你消除心中仇怨。我，你竟敢对大将军不敬！你可知你这一巴掌，足以置你于死地？我李敢，既然敢来，我就不怕死。 何谓不怕死？不怕死，乃是沙场战士面对十万大敌奋勇直前的气概，并不是用来泄愤逞强的姿态。一在以下犯上，我一再容忍。一，是敬重你的父亲，一生戎马为国尽忠；二，是念及你心怀丧父之重，莽撞言行，一切皆源于孝道，并不是本大将军怕你。 随服从军多时，该知以下犯上藐视军纪，罪当如何？论罪当斩。若伤及统领天下兵马的大司马大将军，更是悖逆不忠，图谋作乱，不只要斩，还要灭族。李老将军自刎，为的正是不辱门楣荣誉。你身为李家后人，竟为一时意气，陷自己于 无礼无纪，不忠不孝之恶名，老将军若在世，当作何感想？正如公主所言，你论罪或当灭族，你该如何对得起李家上下？不过，我谅你丧父之痛，此事不再追究，到此为止。你年少气盛，未言面，不肯言谢。 大司马大将军气量大，容得下你。不过，你既已封官内侯，又是李广老将军唯一在世的儿子，应该修德养性，当个不枉你父所教、不枉皇上所封的君侯，在沙场驰骋征战，保我大汉子民，显你李氏威名。若他日再凭血气逞威风，大将军能轻饶你，皇上也绝不会饶恕你。